Thank you. Unagi. 耶，我们吃回转寿司了，第四天才吃到寿司。全部都是日本的，我们不会点菜，因为都是要自己写，然后他就拿菜单给我们，还好有图片可以看。对啊，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语言不通。对啊、oh, ，Thank you. 好，另外一道。我们该不会点了三十几盘吧？可以，一人十盘可以的。我们来吃吃看日本的回转寿司跟台湾的蒸鲜有什么不一样。Thank you. Oh my god， 马肉。怎么越点越多？这个是和牛手卷。哎，我刚刚吃很好吃哎，和牛手卷。好多人哦，哎，难怪它上面都会没有东西，人一直进来，他们根本就做不完。生意超好。来试一下和牛手卷。嗯，很香哎，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好像那个烧肉店，就是烧出来的那种。而且它的和牛很嫩，是这边的第二名，然后320元日币。嗯，那个好吃哎，超好吃哦，赞赞。好像章鱼吗？蛮好吃的，很新鲜。嗯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我吃不出什么腥味。蟹膏。新鲜啊！那我现在蟹膏吗？嗯，很新鲜啊。好的。嗯。哇，直接这样扫了就知道有几盘了。哎，这什么黑科技呀？对啊，我们在日本遇到超多很厉害、很厉害的科技，都是没看过的。很酷。我们好熟哦。哎，台湾要加油。你会被台湾人吗？没有，台湾很棒。嗯，可是我们用数的比较快。哎，是这个词典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。Thank you。多少？好快哦！6800。我猜对了。你什么猜对？你3000呐、啊！阿达阿达阿达玛秀的苦苦力。我们已经来到尾声了。我们今天出门又买了一堆东西，现在来逛24小时的零食部分。太夸张了，好便宜哦！我们现在不知道带不带得回去。对对，带不回去。哎，这里东西怎么便宜成这样啊？这个河楼优椅，台湾要多少？差不多100，这边一罐30块。好可爱。那这边全部都是小孩的饼干、糖果。我买了一堆咖喱，这一盒只要50块，或者60块、70块台币耶。超扯的！啊，有人来这里扫咖喱回去的吗？好像只有他。买回去送礼吗？哎，这样我看你怎么提，这样多少？哎，组合和乐优衣什么都有，1050。哎，太便宜了吧？250台币。总共有10罐，一罐才25。Oh my god！ 你给我扛，你给我扛回去哦。我的天堂都是酒。刚才发生了一个很惊险的事情。我们刚这一袋整袋不见，我们在 B1 到3楼来来回回跑了10趟吧。对，我们逛一个太过瘾，然后这整袋有奥特曼，还有电动牙刷啦、电卷棒啦、一些电器啊。我们想说日本人的秩序应该很好，应该会帮我们收起来。我们很相信日本人，因为之前日本人帮 mini 捡回手机。哎，我刚才差点哭出来，可是奥特曼不见了。还好他们帮我们找回来，他们有帮我们收好。好感人哦，真的是很想落泪。他们的秩序真的很好，又很有礼貌。谢谢日本人，阿里嘎多在吗？是啦，我们现在小惊险要回去了。吓死了！好啦，下次那个逛街，大家手边的东西请带好 ，OK？ 吓死吓死，真的吓死！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了。好冷，体验一下这里的屋台。我们现在在游河吗？旁边是爱河的部分，而且有听到人在唱歌哎。对，
桥叫博多运河城，这里就是中间，然后它那个是天神跟博多，然后交接处。哎呦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哎，他找的屋台就是很像那种日本传统的路边摊。对，然后台湾的小夜市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吃看看。然后现在是5°C，我们现在已经被训练到没有很怕冷。现在5°正不冷，好热、哦。就是这样一小间一小间的，对，然后都是串烧吗？串烧类的，它有很多种。推的是，我不过看到他们有关东煮哎、欸。对，有关东煮啊，每一间都不一样。然后你看这边有菜单，有听说乌台这里的单价比较高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来这边看看路边。就我们误打误撞来到一个新年夜市。对，就是只有五天，他们的跨年前，然后你看那里还有玩的。我们都先去走一圈看看。所以他们是12月26开始，我们算是来参加他们的开幕。我们随便选了一家进来吃关东煮、串烧还有拉面，然后乌龙茶。哇，现在很冷，喝这个好赞哦！哇，关东煮，这是关东煮哦，小干小干，太香了，好吃。明太子欧姆蛋，我们来看看里面。哦哦 ，Oh my god！ 哦，应该要爆咸的，来吃吃看哦。咸吗？蛮好吃的。不知道。真的是在抢食吗？这是鸡皮耶、欸！我刚刚看到它鸡皮用炸的，很好吃。我刚刚已经吃了一个。然后里面有什么？它里面是很像饺子，你吃完鸡皮脆脆的，里面还有包肉跟菜，很像饺子的内馅。好特别哦，就是不是只有纯鸡皮耶，里面居然是有包馅的。是不是有点辣辣的？嗯，没有，是我加鸡味粉。哦，很好吃的，很好吃哎，而且它外皮炸得很脆哎，而且不，我觉得不会到特别油。嗯，好特别。就是我们点的串烧，它就一份一份这样，1000块。拉面来了。那我们把这边当餐厅吃吗？满满满满满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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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板，好开心呢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样你看小小的很温馨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然后就好像是一家人一起工作，太温馨了吧？哎、欸，这个连拉面都好好吃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没有想到我们随便挑了一个路边摊，很赞，我们挑到了一间很厉害的。哎、欸，这家好吃哎！等一下拍，也不知道你们找不找得到，但是这家好吃。顽石哎，好好吃，而且老板很热情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对，哎，好吃哎，是拉面店。43，哎，4300了哟。门面的。哎，没有，我们这样吃下来才差不多1000块台币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いしい。おいし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拜拜。好可爱哦。哎，有名字，我要把它拍起来。好，拍起来，拍起来，来。这个哈、哦，大家自己来找，就是很像爱河的旁边，这边是有一整排，啊，你们要自己找哈、哦，自己认。这个叫山杏，对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，在日本，好舍不得哦，可以再多住3个晚上吗？我们现在要回去塞我们的行李了，好紧张哦，不知道会不会爆炸，哎，一定爆，我觉得很可怕。但是这一趟好玩吧？好玩，哎，累积3年一次买爆可以吧？哎，我们真的是每天都在逛，逛逛逛逛，然后晚上每天都去买 Seven 很多好吃的东西。而且我们每天都很早出门，很晚回家，哎，对，我们就是把时间用到最极致，哎，没错。希望我们明年可以再去远一点，澳洲啊什么之类的。哎，这样子还是要让大家敲完，我们明年要去哪里？大家想看我们去哪里呢？留言留起来。啊、如果他们真的要我们去，我们真的会去吗？我们就去啊！我们还是选我们自己想去。
好啦，我们等一下就会回去整理行李了，再让大家看看我们怎么塞行李的。那我们日本行就大概是到这里了，希望我们明年还有很快可以出国的机会，然后下次要带小孩出国，拜拜拜拜。请问一大早在干嘛？我们现在来把我们的行李平均分配。哎，我们真的也是爆买哎，真的不可能，行李多到这样哎。来转一圈，我看看。我们要回美国喽！炸开哎，两车满满的，我们很像移民来这里哎。到嘉义了，姑姑，姑姑来接我们，落泪。哎，我们的三姐。三姐好俏皮哦，我们平安回来咯。不可能行李炸到连这台休旅车都放不进去哎，姑姑傻眼，还好这台够大，我们请了一台非常大的车。Hello， 要看礼物了吗？哎，有开心吗？你要礼物吗？不是他们开心，是我太开心了。阿妈要疯掉了，很期待的兄妹。姐姐给我抱着礼物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哥哥有没有想我们？有礼物嘞。礼物嘞。好了，要开始恐怖了。Hello。我给礼物了。有了，等一下就出来，先去吃饭。你要什么？就是整天在奥特曼，那你们跟大家说拜拜。